Hello， 我是波波。新的一年先奖励自己一个小花花，让我们2021年更加努力。估计前段时间你们应该是被易烊千玺刷屏了吧？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，虽然我没有看啊，因为我最近比较忙，但是据说特别的好看，所以易烊千玺的老婆们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一款的话是现在店铺的一个寒假送送送的活动，订单只要满38.8的话就会送你一朵小红花。它做的是一个白胶质的，然后我现在玩的时候稍微那么硬质一些，因为有点冻硬了，然后我这边的话也没有加热，然后底部的话它是一个红黄的晕染，左边的话是一个没有晕染开的鸭子，右边的话是已经晕染开的一个鸭子，拿着我们的小红花微笑的面对每一天。现在下单的话，订单满38.8的话会送一个小红花，订单满68的话会送一个贪吃小恐龙的一个200毫升的晕染水潭。下个视频给你们PO视频。贪吃小恐龙200毫升的水潭的话，跟摸摸水潭是一个样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的话是一个晕染水潭。小红花的一个装饰物的话，它是一个胸针，你可以别到书包上，或者别到衣服上，以及可以别到袖子上，这样拍视频就更加的好看。现在很多省份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可以发货，所以说能发货的省份的小宝贝儿赶紧下单囤货吧，不然的话过年的时候我们只能玩空气了。